家早。虽然今天有一点天气微寒，但是非常感谢所有与会的朋友，带着一颗非常非常火热的一个这个动机，来到我们林务局的这个大厅，我们要一起为台湾的手作步道的运动再向前迈进一步。从2007年林务局推动手作步道与工作假期，千里步道协会呢，我们建立一个非常好的伙伴关系。那这一路上来呢，有非常非常多的好朋友、前辈、老师和民间团体和我们一起为守护山林、无痕山林、守护环境这样的议题在努力。那非常非常高兴，因为呢，这过去2007年一直到现在，也许当初看起来很小的、很小的一种行政支持，或是很小的一个跨步，或是一个很小的坚持，因为这些坚持、这些努力，所以我们今天可以聚在这里，邀请了我们来自于英国、来自于冰岛的朋友，来进行一个手作步道的国际研讨会，以便于我们可以更稳健的迈向之后我们要为台湾环境所做的所有的努力。所以首先我们要来感谢，而且让大家认识我们林务局的大家长，我们李陶生李局长，谢谢他们一直以来给予民间的支持，以及愿意在公私协力走错步道的这个议题上持续的下线。待会局长跟组长都会有很多精彩的报告。那我们国际研讨会最重要的，我们的国际的四位朋友，有三位来自于英国 WDC， 我们跟我们一起已经度过了8天的我们的 Andy， 还有 Tony， 好在这里，还有我们的 Ken， 他们从10月7号就来到这里，跟我们一起上了好多好多课，以及局内的工作坊。那昨天晚上刚到的我们冰岛国家林业局的 Charles， 接下来他要跟我们到台东处，还要到向阳，我们欢迎他这次跨越千里来跟我们一起来进行交流跟研讨。那当然有很多很多的前辈跟老师给予我们的支持跟咨询，这个计划的这个审查委员我们的翁祝贤老师，他也在这里。我们就依序，我们三届有很多很多的朋友。好，我们的黄理事长，台湾山岳文教基金会黄田南理事长，谢谢他长期不管是在实际的这个登山的活动或者出版的工作上都不遗余力。还有我们的王毅老师，还知道王毅老师在这个百忙中也一起跟我们参与盛会。我们台大地理系的张长义老师，他也是永和社大以前不到8年前发起的之一。那在我们第二排，我们的梁老师，他是我们三月的前辈，大家都认得他，谢谢他也来到现场。还有我们民间的朋友，今天也会在台上跟大家分享的荒野保护协会赖荣孝理事长，还有代表报道的陈冲荣职工。当然也要感谢今天来到现场我们林务局的贵宾，所有都是好，但是坐在前台我先介绍他们，我们嘉义处的廖处长。那待会会在今天整个议程里头为大家做分享报告的罗东处的林浩珍处长，还有新竹处的林纯珍科长，非常麻烦他们。当然我们还有我们大凡的李嘉志老师，同事的国家庆老师，谢谢大家。其实最重要是各位的与会。那我们今天安排了一整天非常非常丰富的分享，那待会呢在局长报告完之后，我们就会请这个组长来进行我们的业务报告。所以先让我们是不是掌声来欢迎我们林务局大家长李局长来为大家进行今天大会的致辞，掌声欢迎。
首先我们来自 distinguished from abroad， 来自国外的专家，尤其是很难得这次从英国还有冰岛都是很遥远的地方来到我们国内的，非常难得。那么在座的我们的翁理事长、我们的黄理事长、还有赖理事长、王老师、张老师，还有很多的贵宾哈，很多的贵宾，我就一一不一一称呼。还有我们各位爱好山的女士们、先生们，还有我们领馆局的同仁，大家早安！非常高兴能够提供这样的场地，让我们来今天举办步道假期的一个国际的研讨会。这个会议啊，我们已经准备了很久，也感谢我们千里步道协会执行长一直在筹划这个工作。工作假期在我们这个年纪的森林人是一个不可想象的一件事情。当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想的只是在森林里面如何经营森林，如何让森林能够永续收获。所以过去在远在古远的时代，从在学森林学的人都知道，从法政林，也就是恒蓄林，到所谓的多目标的经营，以至到森林生态系的经营，一直到迈入生态系森林经营的时候，我们才彻底的去关注森林原来不只可以提供木质的产物，它也可以提供很多非木质的产物。非木质的产物就包含了森林生态系统的服务的功能。尤其最近几年来，森林的经营受到各界的关注，我们在对国家的贡献的时候，不能够以木材的价值数量来呈现，而必须进入记录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值。可是这一步的量化是非常困难的。在关注森林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的同时，林务局就在90年代开启了步道的整建维修的工作。在步道的整建维修工作里面，我们找回了历史，也找回了遗迹，也找回了我们林业人跟土地的一种厚实的感情。当我们的同仁3天2夜5天4夜在森林里面驰骋，在森林里面观察步道，寻找日据时期的史迹，寻找我们原住民族在这个土地上奔驰所留下来的可歌可泣的故事的时候，其实是在寻找台湾的根。台湾的美是在森林，森林的美是在高山，高山上面有很多的步道，是国家级的步道，能高是其中一个，最近很夯的香明湖、嘉明湖更是其中的佼佼者。而在南台湾的圣山、北大武山更是台湾族跟卢凯族成年礼举行的地方。这些山，这些国家的领域里头，其实都承载了许多无限的我们国家人民在这个土地上奋斗不懈、艰苦卓绝的故事。从原住民开始，一直到近代我们的先人越过黑水沟来台湾，以至于这几十年来大家不分彼此族群在这个土地上共同把柄的共存共荣，都在山林里面非常具体的呈现，尤其是非常的艰苦卓绝的呈现。我认为森林的工作在整个台湾的政府的部门工作，在整个国家的生产力里头，其实占着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地位。我们90年开始启动的步道的工作以后，其实是在做一个基础的建设，希望这些步道的建构维修能够提供国人一个亲近森林的机会，也能够让国人亲自台湾这块土地体验台湾森林之美。而这几十年来，近十年来有152条步道、14个国家步道的系统、14个区域步道的系统，我们已经完成规划并且建制。
其中有100条步道是对外公开来推荐，但是近几年来我们受到国家财政的困难，经费逐年的减少。我昨天曾经统计我们保育的工作经费，从保育的一个工作经费，从民国93年到今年的103年，经费已经剩下31%。在我们前任的局长时代，经费到现在的比例来讲，减少了20%几。所以在经费的逐渐削减之下，我们其实对于步道的维持日渐的遇到了困难，因为步道是提供国人到践行油气徜徉的地方，从法律上看它也是国家的公有公共设施。假设我们在维护不到位的时候，维护有瑕疵的时候，是要负国家赔偿责任的。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对于步道的维护格外的艰难。当然我们也不是为了步道的维护的艰难而启动了所做步道奖金，其实在2007年开始，当所作步道奖开始兴起的时候，我们所想的其实是希望提供一个机会，让对爱好山林的人能够借着所作步道来更亲近森林。当你的步道经过你的手中，非常辛苦的完成，前面这一排图都是这几年来所作步道的实景，可以看到进入深山里头从事所作步道的国人，可以看到他们皎洁的身影，看到他们精巧的手艺，也看到他们坚毅的精神。那这些锻炼出来的其实是在传播一种热情，传播一种对土地的爱，传播一种对土地的伦理关系，而实践的可能是一个非常可贵可长可久的一种精神。这个也许就是会融入台湾的生命里面，融入台湾的精神里头。全世界的国家，只要是自耕发达的国家，只要是森林发达的国家，大概都有所作步道奖金。但是从来没有一个国家的森林是这么样的险峻，从来没有一个国家的森林是这么样的高远，而从来没有一个国家的人民能够这样的艰苦卓绝的在森林里面从事所作步道假期的工作。我们林务局同仁有很多也接受这种训练，但是在训练的过程里面，与其说是同仁受到一些技巧上的学习，不宁说他们在工作里面体验到更可贵的森林在我们的自然，在我们的历史，在我们人文上面所呈现的真正的价值，而在于我们跟民间跟我们的爱好山的国人一起工作的同时，更凝聚了跟朋友们对山的感情，也会像一个非常坚贞的朋友一样，大家所凝聚的这样的同一个志向同一个感情，其实对于整个社会的发展是非常非常正面的。这样的建设其实所加上的附加的价值效益，不仅仅是我们步道硬体的建设完成，而在软实力上面，在我们精神上面层次的建构，其实更是非常非常珍贵。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所作步道假期里面所呈现的最高的附加价值。从这个点出发，我们相信全台湾的国人都可以来知道台湾无限的生命力，台湾珍贵的人民的资产，这其实就是一个软实力的实现，这是一个文明的象征，这是一个台湾走向一个文明大国一个必须经的步骤。我们已然开始，而且已经有非常好的成绩，我们将来也会再继续的来推动所作步道假期。我们感谢曾经参与所作步道假期的国人，也感谢各位先进、各位老师对我们的指导，尤其感谢一些民间组织，像千里步道协会真正的投入。当然，也要再感谢我们各位同仁，包括我们林务局以外的各位先进、各机关的先进，在这个领域上的学习。相信这只是一个开始，已经开始，但是我想我们会对于未来还要继续的努力。透过今天的国际研讨会，我相信大家可以吸取从英国
从冰岛来的经验，以及他传承我们各方曾经餐桌参观工作假期的我们的先进们、同事们彼此的经验的分享。这样的研讨所研讨完毕以后，相信我们的不仅仅是我们的技巧会更纯熟，我们心灵上的纯化会更为有价值。这是这一次步道假期首座步道国际研讨会真正的一个价值所在。再次的谢谢大家的参与，也再次的欢迎大家到林务局来。尤其我们这个大礼堂呢是经过改装的，所以它的结构呢并不是很理想，假设大家下来的时候可能要注意你的脚步，如果有服务不足的地方再请大家包涵。祝我们国际研讨会大会成功，各位参加的女士们、先生们，各位先进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大家，谢谢。